几克吧，这边没有垃圾。还没有人受伤啊！我都快吃完一台了。什么蜘蛛？警长应该是，他现在打的受伤。那开局在干嘛？还是封装一刀，这医生也磨，看那个医生，看医生，哎，牛逼！人家都给你套鸟了，还在那边站着不动。500。哎，医生太磨了，医生太磨了，你看这医生磨了。大心脏了，无所谓，让他挂我。还好这个屠夫他开局没怎么认真玩，不然他就输定了。这条速度快捞我二挂了，丢了丢喽。刚交我又不会倒，这蜘蛛为什么在瞬移？
黄哦。哎，不过这医生冲去了，还行吧。哎。他应该找不到我经济项目吧。哇，他这一波节奏是真的好，抓的结实还抓的强实。等我捞一小金枪，不着急。叫你弹，叫你弹，一个人都没刮着吗？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弹汽油刀，何必呢？老老实实的刮人，不就没事了吗？他非要弹这两个。他们来开局挺好的，挂上两个人确实倒地两个，节奏就在他手上了，就被这么一骚扰彻底没了。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翻板子吗？翻板子你就不会死啊，跑直线你肯定死啊。哎，弹，叫你弹，弹板子，弹。金枪，他肯定要，哦，你还腿屁股结实，不然等金枪结束，金枪结束的话我救不了人了。我跟一手是贼他妈啊！
救人喽！这么点球能不能撞晕啊？我觉得悬的一匹。还好这个约瑟夫的刀气迷，他估计心态肯定崩了，肯定是想这你妈都能打到尸体上。溜了溜了。